喂。哎，司令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都休息了。这么早睡了？这几天是不是挺忙的呀？对，这两天事儿挺多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下那个迪亚的钻戒，他们的款式还挺适合我的，可那个店员说只能男士买，还不卖给我，你说对不对？是吗？哎，你看，要不然哪天陪我去看一下吧？行，回头找时间呗。你真好。那回头电话。嗯，晚安。什么的呢？那我再睡一会儿。快点起床，太阳都晒到屁股了。哎，你可真够淘的，你别闹我行不行？快一点！哎，你别闹行不行，木木？哎，小黄，哎，今天你去送木木吧。嗯，今天不是周末吗？哎呀，钟大夫给孩子报了四个兴趣班。四个兴趣班？对，今天周末还有亲子互动呢。还有亲子互动？对。行，那你今天陪木木，我就在家照顾钟老吧。也行。行，那我去做早饭，你赶紧洗漱一下，一会儿吃饭啊。木木，咻咻咻！哎呀，迟到了，快走！快点，我要迟到了。我知道，快点。这边，这边。好，快洗洗手。哇，有我最喜欢吃的儿童水饺啊！哎，好，好，快点，洗手完了下来吃饭啊。小花，赶紧饭做得了。哦，我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哎，小花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没怎么理解，我现在才发现这带孩子啊，还真是个体力活。这个岁数孩子都这样，慢慢的你就习惯了。行，赶紧啊。哎。咱们吃饭吧、啊。哎呀，来，我自己来。加班待遇。等着木木下来一块儿来吧，啊。哎呦，人家都说你这个糊涂、啊，我看你一点都不糊涂。赶紧吃。糊涂。Thank you.
咱们吃个宵夜去吧。那我得吃点好的，我可不想再吃那些便宜的烤串。那不吃烤串是什么呀？吃麻辣烫。我找一下啊，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店？哎，咱把我哥叫出来吧，这么长时间没见他了，这么多年都在一起住，他跟咱们不在一起住了还有点不习惯啊。这么想他呢？那么想他，你跟他们一起住去，那个冰清玉洁的房子比咱们家的可好太多了。王叔撵我是吗？我有病啊！我给你住好好了啊，我去他们那儿住去。我看你是怕那个冰清玉洁把你打出来。哎，我哥最近挺消停的啊，说明啊他跟这冰清玉洁过得还挺美。哎，那边有一家日料店，咱们吃烤牛去。走着，千万别给我收钱。